比比看谁的翘臀更性感。前天不是给鳌拜剪了个翘臀吗？这不得给三小只也来一个？这左边还挺饱满的，再看看右边，瘪下去了，都怪他那奇奇怪怪的坐姿。哮天犬的屁股太小了，没办法剪成蜜桃臀，但是可以剪成爱心臀，连屁股都是爱你的形状。给鳌拜再补个腮红，这屁股还得是鳌拜呀，简直跟这个嘟嘟猪一模一样。再看看侧面，这周边是点沪上阿姨的嘟嘟水蜜桃送的。今天鳌拜的主色调就是粉红色。大家说哪个屁股更性感呀？